Hi Color 来做客，等一下呢，一百方一家团体，哎，记得动好重构，他们根本就是靠嘴巴吃饭，跟你一样，哎，俺没穷用啊哈，所以俺有先喂到我的口，好好好，记得紧紧动强哦，他们哦只靠 vocal 就可以成立一个乐团，今天乐器不是重点，俺取得哈，俺利用。又了解歌唱的知识的精进，会动好玩事情。期待 battle， 好，我们就等着看。好 ，Go。今天来录了片哦，哦，记得才练习吧。嗯，好。好我们听演唱会好。台下好，我们是 B Max。我们从楼上听到声音了，分贝超过90，下次注意一点啊！既然你们有诚心要接受处罚，没问题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任务，教我们唱阿卡贝拉。哦，哎呀，这很简单。哦，G，所以我们要唱，呜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但不是这个音。好，等下唱。Wimb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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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只要就两个字就可以了，就是把第一的声音的跟 M 那个 D 是让它有个头，咚咚咚咚咚，非常接近的。但接下来这个声部呢，应该就是大家每次听阿卡的时候，就会注意到有一个人，这是什么？一直在口水，然后他的那个麦就特别臭。臭。嗨，我是阿丁，角色叫人声打击，是人的声音，就是模仿一些打击乐器，像是爵士鼓啊。示范，示范。那爵士鼓大家可能比较知道，就像大鼓啊、小鼓，然后那个 hi hat， 然后一些铜铜这样这样。但我们没有办法像爵士鼓打人，它有两只脚、两只手，对，同时一起。别人让我只有一个嘴巴，所以我就要去选择最重要的部分去打，就例如说去那种嘶卡嘶嘶卡嘶，把它变得很像。一些口诀可以告诉大家，说大鼓的时候就发出的不哔哔哔，对，然后把那个声音去掉。好，所以大鼓就是用哔嘛，那有大鼓之后呢，就有小鼓。那我教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就是 K， 就是打那个鼓。K K K 可可可，对，哦，这个很长，再长再多点，所以头要往下点那感觉，就这样可能会比较 rock 一点。好，那可以示范一个 rock。如果把这两个组在一起就变成，哦，大家觉得这样子有点单调，所以就是中间东西嘛，用那个 high 把它扶起来。好，我做那个 high hand， 你做大鼓的小鼓。你会好，二三，有，有 ，yeah， I color，yeah， 哦，再打 B B。不小心就想要变化，对，所以会不会有所谓的变化过门？通通有分，有三颗嘛，对不对？咚咚咚，雅马哈的牌子，雅马哈，加一点破音，电气化解。靠张嘴吃饭，对，确实也是这样子，就吃饭要靠嘴。好，谢谢。行动限制，因为不管团员哈，牛慢了搞，但是最后团长都会喊他，每次 Q， 好羞，好羞。再多一百。咱起头，咱跳下又躺头，脸色都来哈嘎来够。台北客家豆。连两届冠军，但是呢，其实这口腔图引怪有点艰苦的时候。就我觉得阿卡最困难其实是先找编曲这件事情，然后你在选曲的时候，就真的要花很多心思。例如说这首歌对团员来说，他们是不是有感觉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你要怎么样选曲才能够表现出这个团的特色，或是表现出各式各样的样貌？然后除了练唱，当然是就是最基本的事情，实打实练。像我们的特色是除了唱之外，还要能动能静，设计舞台的动作、舞台的走位，然后跟每个人的身体运动。对，但其实我们也不能太跳，而且是我们毕竟唱歌才是我们最主要的在做的事情。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挑战就是，我们算大部分人是客家人，从来我们其实不太会讲客家话，就是要透过唱歌来学这件事情。在，然后我们都请一些客语老师来教我们咬字。一个是教我们。一个哦，难怪听你们的那个咬字上其实是准的，所以对歌词的意思，我们都要必须要咬字，才慢慢去。你好吗？你好吗？其实可以耶，可他们自动分布，你知道吗？不聊天啊，拱来闹死吧，是吗？哈，自爱呢，还有碰到什么困难吗？六年的时候还有念课的 rap， 可以来一段吗？哎，掌声鬼，记得讲嘛该。I don't care, I still drink my beer.Yes, I'm killer, don't leave me now, make you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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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呢，因为啊，今年吼，客家合唱比赛，有滴学生个会参加了比赛，有嘛个建议，本局长呢？我觉得唱歌比赛最重要就是传达这件事情。那要怎么把歌声传达出去？除了你的基本功，当然一定要练好之外，另外一个是大家可以做练习的，把你们要唱的这首歌的背景故事稍微了解一下，可以因此了解这首歌的故事、它的感情，再透过你的语言、你的声音传达给观众以及评审们。那样才会是让大家记住你，更能被你歌曲感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点。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要像他们一样这么有默契，这么有感情要很好。因为客家合唱比赛，有滴学生个会参加了比赛，我到台下讲了句话，伊讲：听唱，听唱，爱，爱，相信自家，相信自家，哦，听唱，相信自家，哦。听错爱相信自家哦，听错爱相信自家哦。做哈尼，新年到新气，好收啦！你们见过了哈？马克比阿卡贝拉教学，他们团体就是蛮团结的，而且很开心的在玩音乐。五三句是哈讲音啊，唔会讲哈。不过佮你当年军好啊，年军来学用唱歌，佮达三美当当好唱歌。哎，来跳站个跳下又讲到哎，又当到合唱个比赛，做咧参加。你做咧参加比赛，来本自家个客家话喊下进步掉，爱就当好啊吼，爱从爱你美强融啊。之前一开始唔会讲哈嘛，顺便问一下，哎，客家考试准备用办呢？又还没到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那许多了解量变哦，都冇简单。除了讲诶天律的部分，诶鼓斗啦，还有做乐器，人声乐器。做哈尼基，做客日记，拜拜，讲得了。